你来吃一个。这太假了吧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我跟你学啊。可怕吗？你不懂，我和我们家可亲终于要在一起了。你啊，快清醒点吧，谁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？女人的话要反着听，我和可亲现在已经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下了，虽然是两个房间，但关系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。这么多年，我没发现你还有受虐倾向。哎，你是怎么搞定嫂子的？你跟我说说呗。我的魅力，你比得了吗？哼，不说算了。你说她们两个闺蜜在一块儿会聊点什么呀？我家可亲会不会聊一些关于我的事儿啊？她会和于可亲聊到我吗？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？走，那个，一大早朱小胖就不见了，可亲他们走了。可亲在我屋里睡觉呢。Surprise！ 你可是不睡到大中午不起床的人啊，你居然一大早去买菜？怎么，为了我家可亲顺利康复？我肯定要买最新鲜的食材给他，嗯。鸡掌、鸭掌、猪蹄、鸭胸、鸡胸，吃哪儿补哪儿吗？补什么呀？我这么完美要补什么呀？你手这么完美要补什么呀？啊！我这手是因为谁变成这样的啊？还鸡胸、鸭胸。我的天哪，你们家伙食也太好了吧。橙子做饭好吃，作为闺蜜不知道。这道菜呢是有人自告奋勇做的，其他的菜呀都是我做的，快开动吧。嫂子，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，不愧是烹饪世家，南哥找了你这样的媳妇儿算他有口福。其实我们不是。来，多吃点。既然江南是你哥们儿，那就让你家山姐别死盯着他们。我表姐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。秦山是你表姐？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？她做真相的时候我都在国外了，没来得及告诉你吗？亲爱的，来尝一尝这个啊。嗯，好吃。来，你来吃一个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一定要这么撒狗粮吗？别忘了对面坐着两个单身狗。你要是想告别单身，我随时配合。赶紧吃，那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。